国歌手金钟国在昨天父母节来临之际公布了全家福照片，吸引了人们的目光。金钟国昨天在社交网站发布了一张自己和家人的合影，并留言：一直感谢父亲母亲，祝两位永远健康。父母节变得有名气的我的爸爸妈妈，因为金钟国平时总在出演节目时谈到自己父母勤俭节约的事迹，这张他的父亲亮相的全家福一经公布就迅速吸引了广大粉丝点击观看。金钟国目前正在出演 Running Man、 我们家的熊孩子、 The Call 等节目。非凡娱乐整理报道。